直播吧，9月5日讯，米兰体育报、罗马体育报、都灵体育报是意大利的三大体育报。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他们各自的头版头条都带来了哪些内容。米兰体育报，一，欧冠是国米维他命，欧冠是斯帕莱蒂的跳板，双线作战促使教练做出改变，这就是他的计划。马特拉齐为国米打气，有那英格兰，再加上一点疯狂，一切都有可能。二，让年轻人去踢吧。意大利最优秀的小将库特罗内、托纳利、扎尼奥洛等等，如何帮助这些小将成长。三，囧叔和尤文已经创纪录，现在欧洲赛场。四，伊瓜因努力训练，他要再见些气候进球。五，贝卢斯科尼想收购一丙球队蒙扎，加利亚尼回来。罗马体育报，一，尤文的风险， C 罗效应和斑马军团的财富在联赛争夺战中阻挡了其他强队，现在目标只有欧冠。 C 罗的年薪3100万欧，相当于11个对手的薪水总和。二，老贝要收购蒙扎，震惊足坛的新闻，贝卢斯科尼准备收购一家一丙球队，加利亚尼将会担任 CEO。 三，罗马的悲哀，希克和小克鲁伊维特在国家队抱怨俱乐部的生活。都灵体育报，一，尤文引进马塞洛有可能，泽尼特体育总监里巴尔塔讲述了他是如何说服马尔基西奥的，另外他看好巴西人马塞洛未来加盟尤文。二，米兰的礼物，拉比奥特、莱昂纳多开始运作冬窗转会，贝卢斯科尼和加利亚尼与蒙扎谈判。三，都灵经理，都灵会带来惊喜，梅特是超级签约，